Misadventures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这三张脸真的好欠扁哦。上一次我也有玩过这个游戏哦，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再稍微解释一下好了。鸡巴游戏玩了好久都还没过，我目前玩完了10关哦，不晓得剩下还有多少关。我现在还要玩多久？我来看一下我目前已经玩了多久好了。上一次我已经玩了2小时08分钟哦，然后第十关，而且我死亡次数，这个是死亡次数哦，641次，不要看后面两个零，这两个零是多的，641次，哎，不过还不错啦，没有破千次哦。然后如果破千次，这边会长什么样子啊？有点好奇，虽然今天应该就会破千了。那另外这个应该就是成就啦，我好像有拿到2片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我怎么想不开又回来玩呢？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哎，我可以从这边直接过去吗？哦，可以，好险，不用再从那个地方走过来。从那个地方走过来也是挺费力气的啊。这感觉没办法直接跳进去，哎，这可以这么简单？哦，这么简单，没有陷阱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然后怎么又是这一种关卡？完蛋了，这超难哎。可能刚点进来的观众看不懂我现在在干嘛哦。为什么是英文版？等一下啊，这边可以调哦。OK， 那现在应该大家看得懂了啦。麦斯是我，门是关闭哦。我是麦斯，这三个东西组在一起，所以我现在是麦斯哦。如果我把小草推过去的话，我就会变成小草了。这样讲应该好像很难理解哦。算了，总之看起来这边是有讲什么钥匙是推动，所以我们可以推动钥匙，然后墙是停止了，墙动不了，门也是停止动不了，这边应该都动不了啦。啊，另外这边好像有敌人，是不是敌人是赢啊？我好像也可以让敌人变成，就是我碰到敌人之后是赢欸。原来这东西叫做敌人哦。OK， 那我看一下哦，如果我们等一下要把这扇门打开的话，我猜有可能不用用到钥匙，而是我们把那个小草拿去当钥匙用，应该也可以吧？那我想一下要怎么弄哦。钥匙是推动吗？钥匙是推动啊。小草怎么会爆炸？小草是爆炸在这边，小草怎么会爆炸啦？小草是爆炸吗？那如果我要推的话，我可能哦，这样就不会爆了吗？然后再来，我如果要用钥匙是打开的话 ，OK， 钥匙是打开，然后我们把钥匙给推过去哦。哎，这小草还会推动哦，先把它留下去好了。OK， 有了，这样就打开门了。然后再来，麦斯是你，门是关闭。如果我把门炸掉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可是爆炸已经推不过来了，门是关闭哦。那我把这个推开会怎么样啊？哦，这样的话没办法过去，因为门是停止哦。啊，如果麦斯门是我的话呢？我是门的话会怎么样啊？我来试试看哦。门是你，哎，有了，我变成门了。那我用门去开钥匙，为什么？钥匙是推动啊，我必须要用钥匙去推门，而不是用门去推钥匙哦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卡死了啊？哦，那如果我先把自己换成小草之后，我再把爆炸给，等一下，这个草是三根一起动，感觉有点难耶。我再把小草弄成爆炸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拿来用了？麦斯在那边应该没差吧？麦斯应该没差了。等一下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哦，两根好难用哦，这就是太粗的后果吗？为什么每次在玩游戏都一定要开黄？不过我感觉我找到破解的关键了，应该很快就可以过了这一次。小草是爆炸，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不会爆炸啊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为什么。那个钥匙跟门都是有停止或者是那个推动的样子哦，所以如果这两样东西在的话，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，是吧？哎，啊，我的小草自杀了，他们两个自爆啦！啊，我的小草，关闭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关闭可以拿来干嘛？我来试试看好了。我唯一还没有试的应该就是关闭吧。小草是你，那如果我再把关闭给拿来用的话咧，等一下，这超难的，三根草一起动的感觉超难的，感觉动不动就会不小心把它们叠在一起了。小草是关闭，我看一下哦，再往左，再往下。小草是关闭，关闭是什么东西啊？关闭能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想一下哦，冷静一点。
小草是关闭，然后钥匙是打开，所以我用小草的话，我就等于是一个门，然后我去给钥匙嘟，听起来很快，但是好像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快过来哇！总之我已经把那个钥匙给拿开了。那再来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要怎么弄？我要怎么弄？门是，哎，我还是钥匙，对不对？我还是钥匙。那等一下，我好像可以把敌人弄成银，对不对？敌人是银，然后我还有两根草，我还有两根草，听起来超怪的。这样子，你倒是开一下，我不是钥匙吗？哎，靠！啊，麦斯爆炸了，麦斯又爆炸了，哈哈哈！到底为什么麦斯动不动就会爆炸？哎，哎呦，这要怎么办啊？不然我想一下哦，麦斯已经不见了，那最后能用的东西就只剩下门了。哎，门是你，喂，为什么门会动？这里门不是停止吗？为什么门可以动？然后，啊，成功了！为什么我还是没办法理解？我就算过了，我还是没办法理解这游戏到底在干嘛啊！不管他了，哎，我刚刚多死了几次啊？好像只有三次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哇塞！为了过第一关，我差点掉下去。为了过第一关，我竟然花了一个小时啊！各位，哎，我的录影时间怎么已经到一个小时了？哎，一个小时。那第一关各位看我看玩多久了？哎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个第七关到第几关？第十二关的位置超级麻烦的，我从另外一边走会不会更快啊？我要怎么上去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哎，怎么连进去下一关都这么困难啊？上面好像有一个缺口哎，这边感觉要从这边下来，不可能啊，从这边也不可能跳得过来啊。啊？这怎么过？不行啊，过不到啊！这里要怎么过去第十二关？我的旅程到此为止了吗？我只在关卡里面卡，连在圈外也要不是圈外啊，连在外面也要卡哦。这家伙还在啊？哎，好像就是这一条哎，从这边可以跳上去吗？三 D， 这边有一个方块嘛？啊，我想到了，这边有一个倒反啊，那个 D 我记得可以用成 U， 对不对？用成 U 的话，我就可以反过来哦。哎，哎，哦，踩到了 ，OK， 哎，那这样子上去会发生什么事？啊，这不是直接死掉了啊！我懂了，我要从这边这样跳过来啊！我干嘛还自杀啊？啊，我会了，会了，差点想抄近路，跳一下啊！这家伙还在哦，原来那家伙卡在这边，这边要换成3D 的用意就是这样哦。换成3D 的话，它就会在前面了，这样我就不会踩到它哦。怎么这么麻烦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话说这个地方真的有够难跳嘞！啊，超级难，超级难！来、哦，一二三跳，然后跳，接下来这要怎么跳？这会顶到头吧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怎么会掉下来？这根怎么会掉下来？为什么会往上掉啊？我还没到第十二关呢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一次成功了？我都还没到第十二关，怎么就出这么多问题？哎，你给我下来！哎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喂，下去啊！我叫你下去，为什么他不下去？啊，等一下，我从上面跳不就好了？啊，怎么跑进去啊？我不要再玩第十一关了，放我出去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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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了！然后按上，哎、欸，不是上，是下，上下相反的话，他那个按键也要相反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回来了。是正常的麦斯大冒险，麦斯大冒险，麦斯历险记，随便啦、啊，大家懂就好。然后这边怎么会没陷阱？感觉一定会有东西飞出来，飞出来啊！啊，怎么没飞出来？没有哎、欸。然后这个二感觉敲下去就会出事哦。三 D， 小屁的呀！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会。然后呢？哎，怎么不见了、啊？怎么直接抽走啊？这边有一格，这格是干嘛的？还有吗？还有格吗？哦，掉下来了，上面整个背景抽掉了，然后有一个问号，哎，要碰吗？要碰吗？碰一下好了，才刚开始。这个一定是要叫人跳到底，对不对？那跳到底的话，一定会出事哦。所以我就跳了，哎哎哎哎，我跑出一个奇怪的脸。啊！他怎么会动？他怎么会动？他怎么跑下来了？啊！然后嘞？
他要去哪里啊？是怎样？到底在干嘛？那方块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哦，又跑出一只嘞。所以这个每一个都会跑出来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啊，这个跑出来又会怎么样、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越来越多只？哇！还是我先直直往前看看啊，然后往前到这里的时候往回，往回，哇！那个好像没办法往回、欸，先这样子弄出来之后，然后我们从上面这样跳，就是，哇！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跑出了一个，那是卫生纸还是控制杆啊？看起来好像加油站会送的那个卫生纸哦。啊，我好像听到枪声了、欸，你们有听到装子弹的声音吗？而且只有那一颗可以用哎、欸，这是干嘛的？喂啊！哎，刚刚那个好像是控制杆哎、欸，我听到那个是装置的声音，不是装子弹的声音哦。如果我从上面跳的话会怎么样啊？哎，从上面就可以踩到了，所以从下面不行，但是从上面可以哦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啊，是这样的道理是吧 ？OK， 哎，然后这边的传输带怎样？哦哦，那边好快，喂，哇，等一下，喂，继续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什么飞机还什么东西？要笑多久、哦？那、哦、这样子要怎么办？哎，他先抬起来嘞，然后嘞，会下去吗？哦，会下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32哦。啊哇！我就知道他会跑走，我就知道他会跑走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我竟然会被骗！来哦，忍住哦，二、一、三、三、三，然后我、哦、这边这样不见，不会不见了啊！这个是怎样？这个云是在帮我挡太阳是不是？我们不一样，太阳想杀我，但是云要帮我挡是不是？然后我知道这边一定有陷阱，哇、哦！我、哦、竟然是从下面来，不是在上面哦，我的拳头好大一颗哦！还想害我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下这太阳还在追我哎、欸，这太阳还在追我哎、欸，这云可以帮我吗？不能拉过来啊！这边怎么有一个好大的脸哦？这里面是后室吗？这是 bake room 吗？这要怎么走？哎，什么东西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保护我啊，云，你倒是保护我一下、啊！我们不一样，还是要找他、啊。过去碰上面那一朵云会怎么样啊？他说我们不一样啊，没跳好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去碰碰看他好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来，我再一次。喂，哇，我怎么还是被杀掉了？我碰到那一朵云了，但是我被杀掉了。原来那个王八蛋是会杀人的。哇，我忘记这个了，忘记这个拳头了。哇，我又忘记他了，我又忘记几次。OK， 记一下哦。我有点忘记了，因为刚刚踩的那个板子已经是大概在20分钟前了。我为了碰这朵云碰了好久哦，所以是第4块吧，我猜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往前跳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哎，不是这里吗？啊，是这里，是这个有一个凸出来的，小心一点哦。OK， 然后嘞，我可以开门对不对？哎，我好像只能开门了吗？我开门看看哦。哎，他是不是把眼睛？它是转向是不是？这东西还会转向哦。然后呢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哎。别踩我！好久不见哎。那我应该就是要踩它啦，只不过我觉得应该有其他陷阱哦，所以我先小心一点哦。这样子，没有、哦。那我就直接过去喽。哎哎，啊完了，推力不够，过不去。来、哦，一、二，哎呀，会往上弹，会往上弹。等一下，我是尸体的状态，我还在哭的状态，还可以继续踩哦。你谁呀、啊？啊！来了，再一次哦。哇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为什么这次推太快？慢一点。有了，这一次就是成功的那一次了。然后继续往前哦，我觉得前面一定不安好心哦。再往前一点。怎么办？我要直接踩那个啊！被我推回去了。我要直接踩这个惊叹号吗？感觉一定有问题啊！我先往后看一下。我怎么没有死掉？我猜我刚刚那是什么操作啊？我们先不要踩那个惊叹号，往后看好了。前面有一个 save point 哦，跳起来！有啦，卓龙，来，我们回去再看那个惊叹号会怎么样啊？还好我没有先碰。回不去了，竟然回不去了吗？我还没看到会怎么样哎、欸。
没人喜欢和我玩。王八蛋，你刚刚杀了我两次。我懂要干嘛了，因为感觉就是我要踩到这个身上的感觉。陪我玩的话应该是那个意思吧，但是那一个跟刚刚不一样了吧，只是我看一下哦。3D 往回，我们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。为什么往下跳了？为什么直接弹出去了啊？对哦，会往下掉哦。好难哦。然后这样子往前往后往前往后，这惊叹号是干嘛的？哦，会往上哦，然后再跳过来这边。不给停的是不是？有了，然后再往前跳，然后咧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东西跑出来吗？没有陷阱了是吗？啊，有陷阱，有陷阱，怎么可能会没陷阱？这是妙力哦，这不是妙力哦。哎，我踩到了，我踩到它了，这踩得到哎。然后呢，我怎么就这样子坐着这块云往外走了？还有这种事情哦，原来是可以踩的吗？啊，你是谁？哎，我看一下哦，先跳一下，然后啊错了，再跳一下，然后等那朵云快要过去的时候，就是这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上去，有了，成功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之后呢？过来之后，我想想哦，那个二 D 我跳不到嘛，然后呢，他会带我去哪里啊？停呢？停呢？我要踩那个2D 吗？踩那个2D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会往上哦，然后我就可以踩到这朵云，然后从这朵云再跳回去，对吧？那我等一下哦，你先继续往前一下哦。来来来来，往这边跳。哎呀，为什么是往下？为什么啊？可以往下了，从这边再往下跳，然后这边刚好2D 的关系，3D 的关系可以过去。OK OK OK OK， 会了，来了，就是这里。来，一二三，跳，然后过来。哈哈，你完了，现在谁完了？这边要怎么过？这边要怎么过？看起来超难嘞、欸！然后这东西怎么在跟着我一起跳啊？后面那张脸，我想一下哈，啊，我好像真的完了、欸。等一下，你可以不要跟着我跳吗？啊，那朵云怎么飞走了？那朵云，你怎么背叛我了？然后呢，再来顶一下这个，啊，踩到了，啊，他怎么跑走了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再踩回来。啊！再踩回来之后，我要再往旁边跳、欸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来试一下哦、喔。喂，有了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还要再跳一次，超级难！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也太难了吧！我好像找到一个捷径了耶！我前面都在走远路，是不是？用这朵云，我好像就可以一路飞过去了。该不会我不用在那边跳东跳西了吧 ？OK， 来了，到这里了。到这里之后，我可以直接过来哎。哦，我可以坐那朵云直接过来哦。好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哇！怎么还有陷阱？怎么还有一个？这奶子怎么会打开？来哦，嘿，再一次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。然后上面有方块，对不对？上面一定有陷阱，没有，这里没陷阱。这里呢？这里有陷阱吗？好像没有嘞。再来，我只要踩到这个 U， 然后就会掉下来这边了。会，有了啊！怎么在这里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的是那个女的，是那个王八蛋。有了，有了，快了，我快要过了，我快要过了，我终于快要过了。哇，我玩了好久哦，奇怪，怎么时间又过了快一个小时？我今天破不了这关吗？我今天破不了这关吗？我留了三个小时要来录影，结果我两个小时都在同一关吗？嘘，啊！我刚前面怎么过的？这地方怎么过？完蛋了，玩到后面都忘记要怎么过了，死太多次了！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个王八蛋给甩开哦，甩开之后，冲啊！就是现在。踩一下，踩一下，然后下来之后再踩一下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原来要这样过来哦。啊，要这样过来，我前面怎么过了？等一下，这个为什么不会动？哎呦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再一次，有了，有了，成功了。跳一下，好，再跳一下。啊！我要顶这边，顶这边啊！没完跳，没完跳。跳一下，然后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有了，过来了。然后这里，
这个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啊，是这个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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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然后过来之后怎么办？这地方到底怎么过啊？我刚刚那样慢慢过也不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只能直接跳了？我终于到这里了，为了到这里，我已经又花了30分钟，我不确定，我直接跳跳看好了，赌赌看哦，赌赌看，哎、欸，过了，过来了，然后嘞，这边还有陷阱吗？这朵云会不会掉下来？也会掉下来对不对？没有哎、欸！啊啊啊！竟然在这种地方搞我，不会再被你搞了。有了，成功了，再跳过去！哇！这啊啊啊！在这种地方，竟然在这种最后的地方藏了这什么王八蛋、垃圾的东西！喂喂喂！有了，有了，又回到这朵云这里了。来一下，然后再骗他，再骗一下，这怎么会飞过来？我刚刚原本死掉的时候还在想说这个方块怎么就不见了，然后呢，没有其他陷阱了吧？我可以跳过去了吗？不要飘起来哦，不要飘起来哦，这朵云。喂，公主可以直接碰吗？这女的可以直接碰吗？这女的是我可以碰得得的吗？不对，是麦斯碰得得的吗？我可以碰了吗？我要碰了，我要碰了，喂。啊一小时十分钟，又过了一关 GG easy 啊 OK， 又是新的一天哦，今天一定要过哦。这怎么会推人啊？这样能进了吗？哦，可以进了。我还以为我又要卡关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变成格斗游戏？麦斯的血太少了吧？原来那个叫 Mr. Strong 来跟我玩硬的。什么叫硬？等一下，这边有手枪，这是手枪吗？这是手枪对不？哎，这是手枪哎、欸。哎，这是为什么我射击的时候会跳啊？没有，它是会一直射击哦。所以射击的时候我在按，哎，我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。射击的时候我要转过去，然后打他的脸，然后不要跑，等一下太混乱了。KO， 好快好快，怎么笑声那么多？你们是来看格斗游戏的吗？格斗秀不是应该欢呼吗？怎么会在那边一直笑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哈。有点混乱哦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一样，先往左、哦。然后往左之后敲一下这个，然后再敲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样就可以往上躲了，对吧？咦，嘿，啊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上不去了啊！被人推走了，被人推啊！等一下哦，我如果像这样子踩的话，哎，会往下掉哎、欸，啊，往下掉的话没有意义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可能要往这边跳过去，对吧？不会啊，我想要先去右边那边看看呢、欸。如果我先去右边那边看看的话，搞不好可以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回家找妈妈吧。绕很快、欸，来，我们先过去右边那边看看啊、喔。这边好像还有看到一些方块，对吧？哎、欸，这边也有一个惊叹号、欸，啊，就惊叹号而已。等一下，我先往上跳跳看哦、喔。这样子上去的话，有东西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置物框，啊，我去哪里了？啊，连这上面也可以上来哦、喔？怎么连這？这条黄色的也能上来？啊，上来之后呢？哎，我怎么踩到自己了？踩到自己还会死掉是怎样？踩到自己还会死掉啊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跳过去对面好了。OK， 还安全，还安全。然后安全的过来之后，我们再用一样的方法。那个箱子不会打到我，还好。上来之后不要跑，上去就是现在。然后不要踩到麦斯哦。哎，我可以踩这个，我可以踩这个，这关这么简单啊？有了，有win！哇塞，我前两关平均玩一小时，这一关我玩不到5分钟。看来我有格斗游戏的天分呢、啊。一下就第14关了、啊、那第14关怎么跟第2关重叠在一起了？啊，这里有一个二哎，这个二是我想一下哦，这个是变成3D 用的对吧？只是要怎么撞啊？这撞不到啊！我要怎么撞它？我想一下啊，嘿，再往前一点啊，可以撞到了。哦，原来是前后的感觉哦。啊，然后呢？我要怎么进去？哦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啊！只有一次，哎！我以为我没进去，但是他帮我吸进去了14 stage 14，这个我有印象，这个关卡我有印象。哎，没有错，又是这个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不用我再多说了吧？
你到底该做什么？不是做在做什么？这次没有时间限制是吧？然后旗帜14是什么？我们先去右边看看啊，右边能过去吗？这个是墙壁吗？我要把所有敌人杀掉吧。哦，这个是墙壁哦。啊，所以左边那边也是墙壁吗？这边应该都过不去吧。等一下哦，我可以拿这个枪哦，枪可以射击。哎，这个射击可以把这个给挖开。要过了吗？砰！公主死掉了。不是公主啊，我每次都叫她公主，好像老人哦，这种讲法明明就是女生。哎，那这个墙壁不能破坏是吧？啊，这个也不能破坏哦。我想要等一下最后再去看一下公主那边会怎么样啊。我们先试试看能不能把所有敌人杀掉哦。如果把所有敌人杀掉的话，搞不好会发生什么特？为什么他们自残呢？他们自残了吗？我有没有看错？哎、哦，那什么东西？那是 BOSS 吗？哦哦，好大一只哦！没有任何感觉。哎，他是不是往？喂、哦，哦嗨，女人，女人。就这样是吧？好吧，那我就直接进去吧。有个简单的、欸。哎、欸、哇塞，第十一跟第十二关我破完的时间大概可以让我破完这两关100次啊，1000次，10000次，随便啊，不重要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才刚出来，喂，再一次，这好难弹哦。哎、欸、还是我可以从那边过去啊，有这么简单吗？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撬不到了。如果我要过去的话要怎么去？我想一下哦。那个 D 是干嘛的啊？ D 是倒过来用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换成 2D 对吧？只是这个方块超难敲的啦，要在这个最边边的时候跳， OK 敲到了，然后接下来再过来这边就应该就可以敲到那个 D 了吧。蒙奇蒂鲁夫，哎哎啊，来我、哦、再一次哦，嘿 OK 过来了，第15关。是这个关卡，没关系，应该不会像我前面那个玩那么久。等下前面我第11关的时候就在玩这个，对吧？不太妙，而且这次还有新的东西耶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把所有的字都看一遍。水管是爆炸，所以我碰到水管会爆炸哦。然后麦斯是我啊，麦斯的话我应该可以移动吧？麦斯可以移动，墙是停止，这个是墙壁哦，所以墙推不动。然后水管会爆炸吗？然后石头是下沉，石头是什么？石头是这个下沉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造出一条道路往前走了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漂浮，所以石头可以用成漂浮，麦斯也可以弄成漂浮吗？好像可以欸，往下推，欸，不行欸。然后另外琳达，原来他叫琳达哦，他叫琳达哦，我之前是不是也有讲过同样的话？原来她叫琳达哦，这个女人。所以我把这个推开一下，应该就可以动了吧？有，这样就可以穿透过来了。然后麦斯是我，我先试试看这个跳河会怎么样哦。Slash， 跳河竟然是爆炸的效果。好，那麦斯是我嘛？啊，石头是什么？石头也会爆炸？不对，石头是沉诶，不对，石头不是沉，我刚刚沉下去了，所以这个石头不能当做桥用哦。而且这边有一个新的字叫做汗诶，河。麦斯是你河推动吗？麦斯是你河推动，我这样可以推动东西吗？喂，还是我把墙拿去弄成可以推动会怎么样啊？墙壁可以推动的话，应该就会有什么改变了吧？话说那个敌人啊，敌人是书，我应该不能碰哦。这样墙是停止和推动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矛盾的东西啊？又停止又推动，好像是推不动了。OK， 那推不动啊？哦哦，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事情了。我如果从这边这样子走，我以为可以直接穿上去。这游戏不是应该都会有设计那些小小的奇怪的点吗？让人不会发现，但是会发现的事情。这边呢，这边也不能出去。那这边呢，这边也不能出去。这个呢，会爆炸。水管是爆炸，我把水管拿去炸水会怎么样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应该对了吧？我想一下哦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让水管跟爆炸都要有效果、哦。会，哎，有了，炸掉了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下沉了？我的水管，把水装起来，水管，麦斯是你喝水，水应该不会输吧？会，有了，我变成水了，啊、为什么输了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麦斯是爆炸，还是什么东西是爆炸的话，
我可以把怪物给炸死吗？血管先用到这里，然后再来把爆炸拿出来。爆炸拿出来的话要到这里，这样子就可以水管式推动和爆炸了。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怪物给炸死了吧？嘣！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炸掉了，炸掉了，好爽哦！然后我想一下哦，再来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把核给炸掉吗？我要把核给炸掉吗？不对，核炸不掉，我刚刚试过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等一下，这个水我根本动不了。我如果从左右两边炸的话，就可以拿来用了。OK， 回来了。那再来就是把这边炸掉，然后另外一边也炸掉，把这个脸炸掉的感觉好爽哦。然后再来就可以把水拿出来了。然后嘞，等一下，水拿出来要干嘛？我刚才前面也有把水拿出来过。把水拿出来之后，水是推动，水是推动可以吗？水是推动可以吗？水是推动的话，我可以推过去了吗？我试试看哦，拜托不要沉下去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呢？然后现在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还有一个和爆炸、跟漂浮、跟琳达，还有水。我记得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琳达，琳达这边不能动了，左边不能接字，上面不能接字哦。再来，我只要把石头给换成水的话，或者是石头换成其他东西的话，我就可以拿来用了，对吧？我目前还有一个和爆炸哦，强势停止和爆炸，我还有其他方块可以拿来用吗？仔细想了一下，我终于跨核了，麦斯，我终于跨核了。我想通了，我想通了。我先把这个水推开哦，把这个水推开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画面啊？其实还蛮舒服的。那我把这个推开之后，因为石头会下沉嘛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焊跟爆炸哦，我把漂浮推到这里，然后再把这个焊还是核啊，大家都讲焊还是核，这样推过来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漂浮了？我可以推石头吗？来咯。有啦有啦，哇哈哈哈哈，哇，这是我最快过关的一次，最快过关，这个文字题我最快过的一次，好难哦，不过真的好爽哦，啊哈哈，哟哈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哟哈哈，第十五关哦，这感觉一定有陷阱哦，往下走，还是我们自杀看一下，这应该会有陷阱吧？没有吗？二没有陷阱吗？有哎，怎么在16的管子里面？我要怎么进去？他是叫我不要继续玩的意思对吧？滚！我们已经到了第一关的上面了，该不会要玩完了吧？第十六关就是最后，第十七关就是最后一关吗？我想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吗？还是第十八关？感觉第十八关就结束了对吧？有这么简单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弱者之屋，弱者之屋，怎么一开始就这么嘲讽人呢？我先往后走好了。没有路，这可以抓吗？这可以抓吗？这可以抓吗？怎么又有太阳？太阳怎么飘那么快啊？太阳会移动到底是什么道理啊？然后我仿佛闻到了弱者的气息。我可以踩它吗？不行。而且这东西还在问，一整排。向弱者看齐。哇，而且这个立体感做的好好哦，果然是弱者。哇，旁边怎么这么多观众啊？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啊？等一下哦，刚刚是这一根会往下掉的哦，跳过去哦，然后跳过去之后怎么这么 3D 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一颗奇怪的东西，在40秒内绝对不能离开屋子半步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什么意思？40秒内哦，那个是时钟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把枪，这是 AK 吗？不是，这不是 AK， 好像是 AK， 射好快哦。这什么东西？弹开了，弹开了，哎，跳开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会受伤吗？这个会受伤？跳过去，踩它！啊！然后除了这个 AK 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物品哎，这是火箭筒吗？我怎么飞过去啊？我怎么飞过去啊？我刚刚一瞬间是不是瞬间移动了？那火箭筒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有中间这个房子是什么东西？它。哦，这个火箭筒有后坐力，射下去就会往后飘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可是感觉那个火箭筒还是要用到所以我应该不能太早吃对吧？不然我先从枪开始吃好了，然后枪吃完，先吃一下房子，先看一下房子是什么，整间房子会飞走之类的吗？来看一下是离开房子，离开房子。
哎哎哎，还可以死两次哦。火箭筒应该是不能吃啊，仔细想了一下，火箭筒吃下去的话，我会直接后坐力的关系往外飞出去哦，所以唯一能吃的应该就只有这个小枪而已。 OK， 那稍微躲一下吧。玩一跳一下，然后这个也要跳开哦。1、2、3跳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些家伙一定是那种国小生哦，虽然上面写着弱者，可是应该都是承认我是强者，毕竟我已经破到第十六关了，就不能夸奖我一下吗？我已经破到第十六关了，我花了4个小时，哎，4个小时半，不是4个小时啊，不太对，我刚才试了几次之后突然想到啊，这房子上面有屋顶，哎，这有屋顶，哎，有屋顶是不是代表哦，这个好大字，等一下哦，哎，1、2、3跳，有屋顶是不是代表我可以直接把头给顶住啊？来哦，喂，哎，有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会往上升，他们想要送我上去啊！来了，嗨，然后往左跑，往下跳 ，OK， 这样就安全了吧？啊，这个可以顶吗？没有其他东西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会从中间出来哦，从中间出来，然后这样转是不是？怎么难？只要发现一个步骤，就要花一条生命的时间。哎哎，往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再来就在这边等，跳一下，啊啊，来了，1、2、3，嚯，有了一次了，然后左边有东西跑过来了，踩这个跳一下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再来踩这边，啊，来不及，好像不是那样，不是来不及的问题了。这东西交错在一起，我要从哪里躲啊？那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飘在空中，我刚才去碰了它一下之后，它不会消失了。啊，还要出事？没事没事，还没出事哦。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要干嘛？等一下水管跳过去之后，我们从右边这样子跳过来之后，我不能碰到那个房子，再往回跳，再这个家伙弹我出去，还是我直接在右边等好了？这样子的话呢？哎，没有触发任何东西哎。我在右边等，竟然没有被弹过去，欸，所以我一开始走右边就是对的咯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那这样子从右边跳，然后跳一下之后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哦，再跳一下啊！完蛋了，吃到火箭筒要出状况了！不小心吃到火箭筒了，火箭筒把所有东西都炸掉了，欸，哦，可以，等一下，这样躲过，哦，过了，躲过去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要怎么躲？这怎么敢躲掉？我都站在这房子边边了，欸。你刚刚差几秒？我忘记看了，刚刚差几秒？再一次，哎哎，有了，再来去最左边，这样子 ，OK，哎，我刚看到中间有一个问号，在那个瞬间出现了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就是那个应该是关键，弱者你才弱者，我觉得我很猛，我跳在上面，我一直站在上面就可以过了哈，再一次哦，哎，有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敲不到，没敲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看来这关也没有多难嘛，应该不需要用到一个小时啊，我目前才花30分钟而已，嘿，简单吗？简单啊。撞到了，什么是成就？为什么是拿到成就？什么东西？我努力了那么久，竟然只有拿到3张成就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那这要怎么过啊？我刚才已经都什么事情都做到了，结果我还是没办法过。问题在哪里啊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？怎么办啊？我现在也没有拿武器哦。哎，怎么穿过去啊？哎，时间还在动呢，26秒、25秒、20，不会吧？就这么简单？我一开始一直杀掉了那只怪物，我不杀就没事了吗？时间15秒，我刚刚在这边跳了这么久，我在这边跳了30分钟，哎，真的还假的？就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就这样吗？8秒了，7秒，然后那个管子一直滚来滚去的嘛，再来是锤子，啊，锤子破掉，时间还在动吗？时间还有在动吗 ？Congratulations， 过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就这么简单啊，我靠。哦哦，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，我靠，我前面的努力有白费吗？啊，第十七关在隔壁而已啊，怎么跑走了？等一下，这第十七关是往上哦，那还有几关啊？这边第十八对吧，又要再滚，我又要再滚一轮过去了吗？等一下，再往这边一点哦。 OK， 哎，那边怎么有一个 U 啊？只要哥还在，你想跳过去门都没有。哎啊，我要拉着才能跳啊。OK， 这样就过了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所以这边有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东西直接走过去不就好了？啊，铃铛在上面哦，啊，铃铛在上面，所以我想一下哦，这边有一个问号哦，这边有个问号，如果我从上面踩这个歌会怎么样啊？会往上飞出去哦。哎，那我再换个思考好了，从前面到现在的教训就是呢，等一下我先试试看，这样跳了不跳过来。我这样子如果把自己撞上去的话，这样不算了。我以为这样就算了。我以为又在起跑点的地方了，那好像不是这样子。那这个问号我们来试试看哦，吃了会怎么样？好像没有任何变化。还是这个地方可以跳过去。等一下，我先进进看这个管子，还有这个洞，这个洞可以进吗？这个洞不能进，这个洞是不能进的。哦，不对，还有一个地方要看哦，这个管子的边边能不能踩东西哦？不能踩。哦，对哦，还有一个左边哦，一生衣柜，左边过不去。好，看来都不是这边的问题了。那我从这个地方直接弹出去不就好了吗？我用我那个技巧好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是不是有渐渐在往上啊？再继续往上会怎么样？哎，跑到上面了，哦，跑到上面了。跑到上面了，而且这个东西突然移视角的关系，害我他只啊，来了，要上去了。OK OK， 没事。然后这里是什么东西？左边也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个踩了会怎么样？会往下，往下要干嘛？为什么要往下？我是不是等一下要从不对啊？从下面走也不对，不管了，先。真的太阳，我又来啦！那这个要怎么办啊？往前再往后吗？往前再往后吗？往前再往后，还是我再继续往上啊？该不会还可以继续往上吧？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欸，应该可以再继续往上吧？试试看哦。啊！有拳头！再试一次，直接往前跳，好像来不及哦。我看到了。OK， 那我学会了，先往前一点，再往后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想一下哦，要跳过去的话，直接往上跳可以吗？这个范围，这个距离应该是行不通。那我可能要继续往上嘞，还是我再往下？我再往下会怎么样啊？我来试试看好了，这样子往下的话，没事，没有东西。哎，有吗？有吗？等一下哦，这两个方块挤在一起的话，这样子嘞。啊！还是右边这边还有没有东西啊？哦，还有东西哎，还有东西啊，这样过不去吗？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啊，我懂了，我不懂。我不懂，等一下，我不太懂哦。哎啊！原来这个会压下来，这个原来会压下来，这个来不及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来得及啊？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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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了成功了！上面真的是不必要的，过了，easy！ 哇塞，今天怎么这么顺利啊啊啊啊啊！没啊，有事，十八在旁边，十八就出现在旁边，那边是什么？这是十九是不是？哎哎，这个会吐出来哦。一出来就啊，一出来就都死四次，然后来一二三跳 ，OK 啊，这个还是会中，要等到它停止哦。然后一二，再次一二，再次，这个节奏好难抓哦。最后一次，一二三 ，OK， 走吧，出发第十八关。怎么又是这个？等一下，有点心理阴影啊。但是这个很好玩啊，其实我觉得。小草是停止，钥匙是打开和推动，所以琳达在这里嘛。我先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子哦。我想通了，来，敌人是推动，然后我先把敌人往内推，还会转头看得好不舒服哦。然后再来把这个钥匙给带下来好了，这样子先把它带过来。钥匙是，我把。
我想要把敌人给换成钥匙哦，这样应该行得通吧？敌人是钥匙，敌人是钥匙，敌人是推动盒钥匙，应该要这样子哦，这样应该就可以拿来用了吧？敌人是推动盒钥匙，书有用吗？书好像是垃圾哦。敌人是推动盒钥匙，敌人变成钥匙了，然后这样子啊。这样就不能推动了，钥匙是打开钥匙啊，钥匙不是推动哦。那草呢？草是墙壁，哇，草是墙壁啊。炸弹的话是卡关，等一下再一次。我好像想的太复杂了，我先把钥匙拿去开好了。我有没有想说从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开始哦？我怎么死掉？哦对，我忘记把书推开了。来吧，那先把钥匙给拿去推开哦。这样子推开之后我们没有钥匙了对吧？所以再来要把敌人给做成钥匙哦，先把敌人给推动，把他往右推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这样整排都可以推过来哦。然后推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把他推回去哦。敌人是推动，然后再来是敌人是钥匙，我应该就可以拿来开了吧？敌人是钥匙，哎，可是敌人不能推了哦。哎，不对，钥匙是推动和打开，这样就可以开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然后再来还可以怎么用啊？麦斯是你，我竟然直接开到第二扇门哎。麦斯是我，再来我要做什么？火是收集，什么叫收集啊？收集是什么意思？他写中文可是我看不懂哎。收集，收集啊，收集是硬币的感觉是吧？我是不是刚刚浪费了两个火？我好像浪费了两个火哎。火是推动，然后把火拿去推成这个地方。爆炸！有了，有了，超快，超级简单。琳达是赢啊！琳达是赢，琳达是赢！哈哈哈！我的琳达，我的琳达，我想一下哦，有什么补救？要怎么补救？啊！琳达是赢，琳达是，琳达是赢，琳达！哈哈哈！走旁边好了，这样子蹦，再蹦 ，OK， 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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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快！哇！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看透这游戏了，简单啊！第十八关 ，You are 对哈。动，啊，这要怎么开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这样就第十九关了，是吧？用你能想到的一切方法避免死亡。这可以拿来用吗？不行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左右有尖刺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有很多东西又不见了。X， 哈哈，连这个都会不见了。啊，这样按不了了。哎，我可以把它推开。我可以把它推开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避免死亡哦。啊，等一下，你们慢点，你们慢点，他好像把我很多东西用不见了，啊，碰不到，碰不到了，碰不到了，算了算了，我太弱了，退啊，怎么可能退啊？上面有一个在转的，我先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试试看好了。这个是钱哦，啊，点到了，这个是钱，这个继续点的话会怎么样？你倒是出现一些东西啊！哎呦呦，跑出来了，这是什么成就？四个成就就这样，怎么比我刚刚在那边努力很久拿到的四个成就还少还多啊？哦，我不小心放开了，好像来不及了这一次。这个问号我很好奇是什么哎？我们这一关的目的还是要找琳达吗？听一下，再往右，再往右跳，哎哎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又踩回来了啊！踩回来之后呢？啊，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上去了？我要上去吗？我应该是要上去吧？来哦，一二三，哎，踢不到，那个一直在转的，踢不到。啊，等一下，放开了，我不小心放开了。来来来，我试试看哦，这样子，为什么那个碰不到啊？那个是二 D 的，那个是二 D 的，所以我要再把这个地方给撞一下，变成二 D 是吧？快点快点快点，一样哦，先往这边跳一下之后，再往左踩一下之后，然后再往右的话，这边要踩二 D， 这边要踩二 D， 这边要踩二 D。然后直接跳过来，这样子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是陷阱？怎么会是陷阱？哎，那如果我一直拉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他会一直推过来吗？我就这样一直拉着单边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稍微来试试看哦。哎，老兄，老兄，荧幕过半了呢，荧幕过半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啊？我感觉他等一下再过一下子，应该就会停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停了？在那个水管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个水管等一下会跑出什么东西把它揍飞，是吧？会这样子吧？会这样子吧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水管，水管你怎么不见了？水管你怎么背叛我？上面有两颗石头，最好的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救救我！问号，问号，
我操！拜托了，我操！我操！啊！最后一个方块，最后一个方块，最后一个方块！啊！不会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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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停停停停啊！不是这样子，是越来越狭小了。我的旅程是不会在这边结束的。如果我之前要离开会怎么样啊？避免死亡，离开可以吗？离开可以吗？确定要逃命了吗？弱者，离开应该是不会死亡吧？因为，正好是999次哎、欸！哇，哦哇哦，我竟然想得通哎、欸！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然后我就知道会这样，怎么变成第五关了？20倒过来变成05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都要怎么弄哦。先往右躲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应该就可以进来了吧？哦，他也转过来，真贴心。OK， 啊，怎么一开始只有陷阱？等一下，第二十关了，第二十关不是最后一关的吗？啊，再还有哦，对哦，还有这个东西哦。小心一点，先踩一下之后，哎，哎，这个还会继续出来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出来的。哎。OK， 这样就回来了。哇，还有慢动作哎！哎呀，我死的次数超过1000次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快往前，来不及，这样还是来不及。我知道用跳了，有了。然后这边感觉地板会陷下去，算了，不管它了，有陷阱再说。哎呀，这样竟然是踩这个之后会变成陷阱哦。OK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输送带往前，然后这个会往后，这上面有刺，这边有水管，所有东西都不怀好意耶，先往上好了。这朵云会杀人吗？这朵云不会杀人哦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东西吗？这边好像没东西嘞。那条水管我好像也撞不到哎，还是我从上面踩？哦，这样就变 3D 了嘛？变 3D 之后呢？然后呢？从上面踩变 3D 之后，有什么方块吗？这里？还是这朵云，这朵云不会帮我啊！我想一下哈，我们只能跳上去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往上哎，干啥的哦？我可以往前的啦。那这条水管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我好像也碰不到它就是了。哎呀，好难哦！我 try 吗？啊，忘记了。上面这个东西我应该是勾不到啦，所以我就不试了。我直接用走的应该可以走下去吧？哦，可以，干啥的？干啥呢？我来不及，就差那么一点。来了，突然差点忘记哦。然后这边是干嘛的？我想一下啊，我想一下，我现在想不通了，先装装看吧。反正一定都早晚要转的，要撞的。干啥的？往上可以跳吗？啊，这个会变往下的、哦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先往上弹好了。我左边怎么有方块跑过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方块我踩不到哎、欸，这方块我踩不到，那我有机会踩到它吗？那干嘛的、啊？那是陷阱吗？不管了，先踩看这个问号好了。然后上面啊，我懂了，刚刚这边有一个 3D， 我应该是要在这个期间之后，在那刚刚那个瞬间，先把这个给往上顶，然后顶到那个3，我才可以用哦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如果撞成 2D 会怎么样哦？哦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东西凸出来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好想踩哦，可是我踩不到吗？我要怎么去碰它？那该不会是琳达的头发吧？可是它不是金色的，所以应该不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原来是从那边掉出来用的。哎呦喂，这边有一个裂缝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个方块长得不一样哦。哎，那是裂缝吗？我不确定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想办法顶到那个山的地方再说哦。啊，来不及了，好像太晚了吗？啊！我如果用那个东西的话，应该就能跳上去了。快点！啊，来不及了。不要跑！算了，我先继续往前看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再回头看哦。这边有方块吗？没有，没有方块。这边呢？这边有方块吗？这边没有。然后这个是不是会插我、啊？这个是在背景还是在前景啊？啊！嘿，三四，五六七八九，再顶一下。OK， 这样应该就够了。然后顶一下，啊，完了，顶到2下，再一次，快点！快点顶！顶不到，就是这次一定要顶到，有了，顶到了，然后再来应该就会慢慢开出来，对吧？来咯，一格，两格，然后等一下，哦，没事，哎，那什么东西没有碰到，差一点，感觉就差一点了，哎，我弹上去了，然后我现在在哪里？
我现在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走哎、欸，这个不是以前的马里奥某一个关卡的隐藏通道吗？我这样走对吗？我这样走继续走会走去哪里啊？走去虚空啊、哦？哎、欸，然后这边有一条道路哎、欸，这是到哪里啊？我可以跳过去吗？我试试看哦。喂喂啊 ！Save save 怎么在这里？这次我换个地方好了，我站后面一点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来了，我碰了、哦，我怎么碰不到他？我怎么被揍死了？我怎么被揍死了？这个是陷阱哦，我以为这个是琳达，这个是全逃的样子啊。看来这条路应该是正确的道路啦。哦，我懂了，我要跟着这条道路，然后继续往刚刚后面那边继续走啊。所以我停下来的话，等一下就没地方站了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，哎，啊，他怎么停下来了？啊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不是说好要一起的吗？我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根本抓不到我的位置啊。我人物一直以来都是在正中央对吧？所以应该可以在右边一点哦，来这边跳跳啊！怎么可能？好的，那我在我的荧幕上面放了一个橡皮圈哦，哈哈哈哈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的人物正中央位置在哪里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啊 ？OK OK， 我可以看到我人物现在在哪里哦，那我就直接准备要跳过去喽。这样跳真的没错吗？感觉有错哎，不过我不管了，一二三跳！我啊，怎么还是够不到？换个想法，既然跳了那么多次勾不到的话，就代表应该上面是错误的路线了，不给过。所以我们走下面试试看好了。反正那一根不那一排东西啊，等一下会从旁边就是你懂的，走过来对吧？这样子飘过来哦。所以等一下就坐着它走好了。哇，如果有这么轻松就好了。啊啊啊！等一下啊啊啊啊啊！来了。我记得是第二格对吧？第二格应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然后我是不是要用成 3D？ 有了有了有了，这里是哪里？你为什么放我一个人走？不可以乱敲啊！啊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不过真的越玩越不爽了。怎么这么难呢？明明这些关卡看起来都没有到很难，我却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来回，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怎么细节这么多啊？哦哦，差点掉下去。OK OK， 就这次了，就这哦，我被卡过来了，我刚头直接被卡爆，我卡过，哇哦，卡过来、欸。然后这里是什么？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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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意思？二三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跑出来了，我是不是要走这里啊？哦、啊，那这条路就没错了哦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在这边下车，对不对？有了，下车，哇、哦，好危险！我竟然躲掉了，好危险哦！那个东西竟然拉开了。OK， 这样就进来了。等一下，啊啊，滚！然后看起来是要用成2D 哦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记得左边这个会移开，对吧？目前在这个地方停住之后，我只要再顶到这一颗。我就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走进去啊！不是，要小心一点，然后走进去。不晓得我身上，我记得左边这一个好像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踩不踩得到？哦哦，从上面就可以了是吧？这样子哦，这样子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然后有方块没有方块？太阳会掉下来，呜呼呜呜，太阳会杀人吗？太阳会杀人，终于到 save point 了。哇，1137耶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喂、哦欸，那太阳会掉下来啊！这个是往前的，这个好难哦。一个是往前，一个是往后的，是吧？这个要往后，这个要往后。然后那个到底是怎么飘的？这东西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家伙动。我要骗他吗？我要先跳过去吗？还是我就在这边，我就在这边一直走就好了、欸。啊，这样都碰得到，竟然会被碰到，那我要怎么躲啊？哇塞，你要怎么躲？我等一下要跳起来吗？跳起来应该能够躲掉吧？只是跳起来，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可以让它掉下去哦。然后我猜等一下会加速之类的，这怎么没有加速？它怎么是往下？我看一下它去哪里哦。然后右边这是怎样？右边这是什么形状？它竟然往回嘞、欸！啊，这东西往回之后会去哪里啊？剩下的好像看不太到了。来往下，喂，走上边你就完了。走上去的话你就完了的意思吗？那我走这里的话呢？
我最近还蛮相信这些脸的，他们应该都会说真话哦。可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、啊，还是我要继续做这这这这这？喂，哎，不过我好像还是应该要走过去看看哦，有点好奇哦。我的好奇心在让我再多死一次哦，反正都死了1000多次了，不差这唯一一次对吧？我们继续看好了。这也太瞬间了吧？那我再试一下哦。我如果这样稍微走出去之后，走回来，哎，走回来，走过去再走回来，太快了，那个躲不掉、哦。不然我往这边跳，哇，这个会倒下来，这个原来会倒下来哦。咚了一声，哎，咚了一声。口头模仿真的好难哦。再一次，喂，跳过去。哦，游了过来了，老子快掉下去了，老子掉下去了，老子掉下去了，哦，到底是什么情绪啊？我这个情绪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了，而且我发现我拍这个游戏喉咙好痛哦。喂，上过去，一二三跳，咔咔！哎，我真的没办法理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完全没办法理解。哎哎哎，我懂了。我懂了，我在空中滞留的时间不算是站在它上面的时间，我站太久才会出事哦，所以我刚刚那样跑了就出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一个传送门，这边有一个传送门啊，我的终点在哪里啊？我敲下去之后这个怎么就会敲不了嘞，敲不了嘞啊，这是我刚刚是不是敲了一个不应该敲的东西啊？啊，还是这样子稍微骗一下哦，他怎么往下跳了？我的方块，我的方块，现在剩下一条路了，就是这里。啊！来，我看一下哦，先踩一下，踩一下之后，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换地方了？啊，我换到这里是哪里？过来，我到后面去了、欸。啊，我在后面干嘛？啊，我到后面之后，等一下我要踩这个对吧？可是我踩下去之后变成什么？我连到背景都可以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可是我要怎么进去啊？再一次哦。我怎么掉下去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的空间混乱了。什么东西让我无法理解啊？我想一下哦，先进来之后再进去，然后掉下来。哎，掉下来之后这边有一个东西，我再从这边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它怎么飘起来了？它怎么飘上去了？那什么东西？那东西还要回去了？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又死掉了。这方块是干嘛的、啊？是不是有什么时限内我要踩到那上面之类的、啊？不管了，我先试试看哦。这边有一个3D 哦，3D 哎哦，我可以在上面一直跳啊！哦，三二三二三，我只会数数了。等一下哦，二三，下一次二啊，错了，不是二，是要三的时候跳、啊。再一次啊！3 2 3 2，来下一个，就是这个时候过去。有了，我进来啊！这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啊你？这干嘛了？想搞我啊？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我要进去吗？直接进了。哦，过来了，来堂堂正正的决斗，一定不会堂堂正正的对吧？他会跟我跳，他会跟我跳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先躲在后面。哎，过来啊！你倒是过来啊！还是我回去？我要回去吗？我回去的话也不对吧？哦，哎，你可以不要跳那么高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哦，过不去，这个绝对跳不过去，这个绝对不行。我试试看哦。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还是我往回啊？我过去是这样，而且我一往回他就转头了。哎，那是我的女人，你想干嘛？等一下哦，这个女人琳达是不是在背景啊？我这个就算过去的话，我碰得到吗？哎，没有，他是在跟我，我到后面他还是在跟着我，是怎样啊？所以现在是怎样？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啦，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啊，搞不懂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。哎，兄弟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多人跳绳的比赛？我觉得我们不会输。突然开始逞兄弟是怎样啊？没有其他路了吗？好像没有其他路了、欸。这里是第二格哦，中间第二格，这样跳的话会死掉。这个山会跑、欸，我到底能不能撞到它啊？啊！被跑走了，
这要怎么撞？我想一下哦，如果从这边跳不掉的话，他应该会往后吧？他应该会往后，所以我，哎、欸，他怎么跑走了？我都还没跳哎、欸，那是看时机的吗？还是看这家伙的距离啊？来，一二三，喂，我、啊、跳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我要干嘛？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上面有一个路啊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过来了。然后，然后，哈哈哈比震动，哇！我刚刚想讲话，还不小心不知道要讲什么。那个我要讲什么啊啊！太开心了，比中乐透还要开心。但是我没有中过乐透。哎，终于第二十关结束，没了吧？只是为什么后面还有路啊？应该没了吧？好像还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看到其他关卡了。可是看起来怎么好像还是有啊？这后面有什么东西？我再去看一下哦。踩一下 D， 然后跟着这个走，它会飘去哪里啊？啊，我要再踢一下是吧？来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哎，来了，啊？好哦哦，来了，第二十一关，这会掉下去吗？这会掉下去吗？怎么感觉好像会往下掉啊？第二十一关，第二十二，第二十三，我已经可以预知到后面还有多少东西了。哦哦，第二十一，我还以为要死掉了。哎呀，是这个！我想一下哈，这个东西已经玩了几次了，所以应该很简单了。对我来说，敌人是推动，来，敌人是推动，我们把敌人推走，走开。啊，火会怎么样啊？碰到火会怎么样？文字和敌人是融化，文字和敌人，文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文字是推动啊，现在有文字是推动，所以我碰到文字才可以那个、哦，就是推东西。如果把文字是推动给用掉的话，它就会让我融化，会死掉是吧？哈，然后麦斯是你，麦斯是你，麦斯是脆弱，脆弱又是什么东西？写中文我怎么看不太懂啊？啊，这个水管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水管还是石头？我记得是水管吗？我怎么没看到水管相关的字啊？这边有水管，可是没有水管哎、欸。文字是敌人和融化，那我要把这个敌人给推去融化，对吧？我们先往下推推看好了。我们先把它推掉试试看哦。哎，哎，你怎么那么没用？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来推推看这个水管。啊，我怎么破掉了？那什么声音？那是什么玻璃声？那是玻璃心破掉的声音，那是我的声音啊！我知道了，那个就是脆弱的意思啊！啊，那是脆弱的声音哦。重点是，我是推到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才会那么脆弱啊？我还没理解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把敌人给推过去麦斯那边，好像就能用了，对吧？敌人是麦斯，麦斯是脆弱，所以我不要碰，我变成敌人。好多颗哦！我想一下哈，我现在可以一次动三个地方哎、欸，一次动三个地方也太难了吧？我要有三颗脑袋才可以动三个地方啊！我刚好有三颗脑哎，有够无聊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干嘛哦？敌人是我嘛，所以敌人是我之后我能够干嘛？啊，这话说这边有一个啊，石头也可以推哦。那我把石头拿去推。在啊，文字是推动被我推掉了，完了，不能推字了，啊啊啊！哦，文字是敌人，文字是敌人，文字是敌人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哎、欸，那么请问一下，目前在画面中，哪一个是真正的我？哪一个是可以动的？敌人就是这三个啦。哎、欸，我如果这样子，再把等一下我调一下位置，我好像就可以把文字给拿出来用了，对吧？好难，好难哦！等一下哦，这样往上没事吧？往上没事之后，往右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可以推出来了，文字，然后敌人是融化哦，可是文字啊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我再送一个东西过去好了，这个是感觉用得到哈，这个是也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我推到了，我这次不要乱推好了，直接牺牲一个头，牺牲一个敌人。所以再来就是文字，文字是打开，我要怎么把它用过去？文字是打开，
好难哦，好难啊！左边那颗偷爆了，算了，先随便弄弄看，搞不好没事。文字是打开，啊，没人帮我，来了来了，文字往右推，往下一格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不能往下了，往左往左，然后再往右，文字是打开，然后。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啊那个头爆掉了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每次都会不小心这样子打开了。火是热，我需要一个汗。火是热和推动。啊，这差那么一点吗？哎，可是这个石头是什么？石头好像也要转换成其他东西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再一次哦。文字是打开，来了，就是这一次了吧。再来，我只要把文字跟石头一起往左推的话，送过去就可以拿去给另外一边的敌人用了。我想一下哦，超级难，推一下，然后盒要在前面，盒要在前面哦。那我要先把盒给往下推一下，然后推一下之后，啊啊！好的。那我希望这个游戏有存档，可是这游戏没有存档。我终于花了快半个小时啊，把所有东西都给带下来了。我只要把这个推动给带过去，我们要带一个汗跟一个推动过去哦，要带这两样东西过去。所以文字是打开的话，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打横啊？文字是打开，如果能打横的话，这游戏就简单很多嘞。有了 ，OK。这样就开到了火是热，然后我现在还有一大堆字可以想办法推过去哦。我要把推动跟和一起推过去的话，我中间这边至少要有两颗，才有办法把这两颗给推出去，让对面这个敌人可以用哦。所以我至少要两颗的话，那代表我要把这三个字给打横。我把这三个字给打横也太难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好嘞，好嘞，真的好难哦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吗？吗？感觉是有了。小心不要被烫死就好。哦，哦，三、四，有了，哈哈哈哈，文字是推动，然后推过来了吧？推过来之后，我应该不需要门了吧？那再来，不管，还是尽量保留所有东西哦。我现在已经不想要再重玩了，在这个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再重玩的话，我脑袋会坏掉、哦。我现在已经脑袋坏一半了、哦。哎，有了，火势热和推动 ，OK， 终于完成这个步骤了。我等了好久哦。再来，我先把我看一下哦。这个火，哪个火？哪个火？我在问你们吗？我想一下哦，先把这个火往上推吧。把这个火往上推之后，我们好像就可以回去一开始的地方了，是吧？敌人麦斯，敌人是你。那如果我是石头的话，我就可以碰琳达了，对吧？我是石头的话，我就可以碰琳达了。所以我想一下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是石头的话，哎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是吧？完蛋了，我卡住了。我原本想说要把敌人换成我，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，竟然卡在这里，啊，要重来了。敌人是你，石头是你。哎呀，为什么爆炸了？啊，为什么爆炸了？敌人是你，你是石头，为什么？不会吧？赢了吗？我快哭出来了！哎哇，这关我死了几次啊？我死了300次有吗？哇，各位，终于过了！我刚才看着那些中文字啊，明明原本都看得懂的字。可是一直看着的关系，所以到最后都看不懂那个是写什么意思了。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我还甚至把字给看成另外一种字，哎啊！
可是好像还没结束哎。21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长得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东西怎么会滑？这东西怎么会动？哦，这是它在吸我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最后一关的感觉吧？这怎么看都是魔王光吧？有一个，那是黑洞吗？还是那个、啊、厕所的马桶里面冲的水啊？不管了，直接进去看看哦。我被吸进去了。别再搞这些有的没的，去进行一场真正的挑战了吧？最后一场了吗？别再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是谁在搞我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好像会飞啊？你倒是飞起来，这不是有一个小鸟的旗帜吗？啊、哦，是这个东西带着水管在飞，是不是？敢拆迁了！他要拆东西了！什么拆迁？啊！我现在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跑在这里？我什么都不能拉吗？我的滑鼠啊啊！所以我要打 boss 吗？这是我要打 boss 的意思对吧？那这个方块刚刚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我还没看哦。哎，我拿到好多子弹哦。啊！怎么弹？怎么全部弹开？啊！怎么全部弹？那什么东西？它好像啊，没事，那个是被打飞的东西。怎么好像全部弹开啊？这什么打不死？哎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小鸟！哦，我突然发现不用智商的关卡好像很容易。这边能跳吗？啊，我是智障。啊，我找到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可以抓啊！原来是这个东西能抓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拿走哦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我碰到太阳了，这太阳又会攻击人。哎，不过感觉这一关好像比较轻松，比较容易嘞。我只要用滑鼠就可以玩了，像这样子。来，走一下哦。啊，为什么被拆掉了？我碰到了吗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ZZZZ 啊，怎么这么多条啊？哦，他们会射东西哦。这后面的关卡看起来也太多了吧？哇，我还可以先这样偷看吗？不要，我们不要先偷看哦。我们就是要一直死，一直学。我，然后再来会有一大堆奇怪的怪，对吧？然后我要边躲边打，是吧？突然就变成弹幕游戏嘞。哇，其实蛮爽的嘛。OK， 没问题。目前这一关已经过了，再来是这个地方。啊，怎么这么难啊？这也太难了吧！电流狙击棒，小心一点。啊，好窄。等下要走上面还是下面？走上面好了，上面比较直哦，有两条路哎，哇、哦、好难啊！哎，我走上面，等一下往下，然后往右，再往上，啊，可以，过得去，哇，过去了，上面怎么好像有一条路啊？那条路是不是可以穿越，然后偷偷跑去其他地方啊？啊，没有，这边就可以过了，没事，过了，存档点，先去碰。有了电脑，存档点，赢一半。刚那地方超难的啦。然后这什么东西，叫什么过？这打不破啊？还是打久一点可以破？啊啊！哎呦，他帮我敲了。OK。他帮我敲了，然后呢？我不用再等他敲一次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需要再等他敲一次啊？还是这东西会帮我敲啊？啊！他把它倒过来了，我看懂了。他刚刚把它倒过来了，哦，这边又有一把 AK 了 ，AK 吗？这算 AK 吗？OK， 所以我在这边等就好了嘛。然后等他敲完之后，我要直接把他炸死哦，不然我猜他应该会再跳一次哦。那第二次的话呢？等一下我要把它倒过来接，这超难哎！来哦，1、2、3，他要跳了吗？他要跳，他跳了，接到了！啊，为什么他跳了两下？他怎么一直跳？我先不要杀这个王八蛋好了。哎，我不要杀他的话会怎么样？他会再跳一次吗？哦呦，他再跳一次了。他再跳一次的话，感觉前面就有机会过了，对吧？有吗？有机会过吗？走上面。啊靠腰！来，1、2、3，接啊，接不到啦，这怎么接得到？然后前面这个刺球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啊？好像在后面，对吧？再一次，1、2、3，接。然后再接，哇，成功了！啊靠，怎么还有第三次？不可能啊，这怎么过？这怎么可能过得了？最前面的关卡我玩好久，最后面的关卡我也玩好久哦。然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看起来像游戏白痴？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，那些看不下去的人应该早就关掉影片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哦，你要不要自己来玩玩看？这超难的啦，这游戏超难的啦。然后再一次，
再一次，我接到了，我接到了，我是鬼吧？然后又来电流奇奇棒了，我要走上面还是下面？要走上面吗？哦，我要自己跳，我要从上面用自己跳的方式过去了，从这边就要下车了是吧？来了来了，我的关卡，啊、靠 ！OK OK， 回来了，回来这里了，来哦，我跳一下，啊，这么低跳，哦，嘘，来了，先跳一下 ，OK， 跳上来了，然后嘞，哦，这还可以再继续跳，哎，等一下，下面这根好像还可以动，哎，我之后该不会还需要吧？哎，好像还需要，啊，爆炸了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我要在这边做平台，然后把这边怪物射掉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也太难了吧！我靠！不止刚刚的文字体超级困难，竟然连这种平面关卡都可以变得这么难哦！我要同时操作两边的东西耶，而且它的那个视角会一直自己往前移哦。跳一下 ，OK， 然后跳一下，再来是管子。管子小心一点啊！管子爆炸了，我也要去死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OK， 再来是下面先过，然后换上面过。哦，再来小心一点。管子有了，一、二，那个高度不对，我直接拉管子去射就好了哈。哇塞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玩过这么难的游戏哎，我以前玩的喵溜也没有这么难哦。我曾经在手机上面用喵溜的手机版玩，然后玩了，我记得好像死亡次数总共从头到尾6000次左右吧。先不讲话了，我要认真了。有了，有了，就是这一次，蹦！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啊干！我要踩到这个，这里有存档垫，就差一点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有一个 FIN 什么东西？竟然一关有两个存档点，第一次看到啊！我感觉我快要用到了，我等一下应该是要跳两次那个位置吧？有了，来，一、二，啊靠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我等一下要再跳一次这个3D 之后再 U， 然后就会掉下去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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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看到圣机了，来了，又是一次机会，二、一。哎、欸、啊来了哈哈哈哈哈哈，然后还没停，我来看一下哦。 Fire 不可以用火，什么叫不可以用火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奇怪的手指，然后怎么有一大堆跑过来的东西啊？ Fire 应该是开火的意思吧。我的武器呢？我的武器被收走了啊。哦，武器在这里啊。 OK OK OK， 我应该是要把这个拿掉，对对对，不然那个开枪就会停的样子哦。好，然后会有一大堆怪就过来，对吧？感觉这一关有机会哦。然后嘞，哎，拆迁了，拆迁了，又来了，又跑过来了。我可不可以用手指把它抓走啊？我用手指可以把它抓走吧？我应该跳不过去吧？我猜应该是用手指抓它吧？来，抓它！啊，怎么没抓到？好像是又可以用抓的哎。他刚刚没抓到我哎！再一次，我感觉到了。哎，来，还没，来了，就是这时候，怎么没有用？还是我要跳过去啊？我是不是要直接跳过去啊？啊啊啊！啊，还是我要射他、啊？怎么可能射得死？这东西这么胖？哦，我是不会在这边死掉的，我是不会。我刚不小心点错，我那个手指吃下去之后，我可以用手指抓着麦斯哎。这什么东西？还可以这样过了？竟然是这样过了！哇，这游戏真的是一直打破人的印象哎！刚刚这个火啊，哇，这个东西就只是障眼法是吧？就是这个禁止开火的东西啊。然后嘞，我现在抓着麦斯，然后嘞，等他跑过去哦。哎。啊！这什么东西？好快，好快，超级快，超级快，超级快！哈哈哈，我的眼睛，哦，过了！这什么东西？要开火啊？不可能，怎么开火？我要放掉之后把那个抓过来哦。还是我可以一次抓两块啊？我能够一次抓两块吗？我来试试看哦。这也太难了吧！你行你上，各位，你行你上好不好？不能啊，怎么可能一次抓到两个？好像不行哎，没办法一次抓两个哎。对，没办法一次抓两个，所以等一下我必须要
在空中这样子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现在光是练习就会一直失败了。等一下，好，我试试看。哎，再一发！啊，对哦，要再射一下，要再把这个拔掉哦。有了，抓到出口了，我成功了。然后嘞，我要把它放到那里吗？可以放吗？可以，绝望之门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怎么看起来真的会让我绝望的感觉？这怎么办？我还可以抓麦斯吗？我不能抓了，抓不动，我抓不动了。这门在干嘛？我这门在干嘛？我只能过去看了吗？我要怎么办？等一下哦，他这边有放一个键盘，然后有放一个滑鼠，然后有捏头，我来捏头好了。啊，怎么什么效果也没？确定要逃命了吗？弱者，我要留下。设置中文、英文、葡萄牙吗？我不确定。韩文、日本语。哦，这个是绝望之门，这个韩语我会哦。好像都不是哎，还是这个？看起来也不是哦。所以呢？碰不了啊！我要钥匙，黄色的钥匙。我把公主拿去开门不行吗？还是我的键盘、我的滑鼠、我的头，我要用头去撞吗？好像也不是哎，不行哎，我卡关了各位，我真的看不懂。我去看一下人家的 speed run 影片好了。我在这边等了好久，然后在想还有什么事情能干，结果什么事情都干不了。没有，我以为可以用手直接把那个锁链拉开嘞。我看了一下，我懂了各位，这关卡，难怪叫做绝望之门，我看懂了。我看了一下人家 Spirit Run 的影片，右上角有多我一个东西哦，这边有一把钥匙，然后呢，那把钥匙我必须要先跳下去。来，我们跳下去之后直接离开了，不在这关哦。真的还假的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呢？等一下哦，我先跳回去哦。我们要去第十八关那里哦。第十八关的话，我要怎么进去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D 是什么东西 ？Down、啊。靠腰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忘记了。有了，第十八哦，各位。第十八关呢，有一把钥匙，看得出来吗？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。我要来把这把钥匙给回收哦。我看一下哦，收集，这边有一个收集吗？搞屁，怎么会有这种关卡啊？这谁会知道啊？我今天就玩了四个还五个小时了，竟然还没够。哇，我又要再继续玩这个文字游戏了。有了。哎，我突然能理解了为什么这一关会那么简单的理由。我刚刚不是说这一关很简单吗？原来理由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再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要把敌人给做成钥匙哦。对，我要把敌人给做成钥匙哦。有了，然后有了，叮铃的声音有了，然后我可以直接离开了吧？我应该不用再通关了吧？这怎么通得了关啊？啊，对哦，有这种事情哦。来了，我们再回去刚刚那关看一下啊、哦。出现了，钥匙一把。OK， 来了，哇，没想到这个东西，我竟然又回来玩了。我已经分了三天在玩这游戏了，就只为了拍这一集，我分了三天在玩这个游戏，而且我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还发现我的喉咙好痛哦。这游戏真的是有够王八蛋的啊！总之，我今天应该就可以全破它了吧？只是不晓得到最后面我还要花多少时间就是了。哦，昨天光是这一关我就不晓得玩了多久了。这一关真的是不是技术跟时间问题，而是耐心问题了。我觉得不对，好像全部都要啊，算了，我们就直接跳到绝望之门吧。绝望之门。哦，好吧，天啊！啊，等一下。话说刚好回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顺便测试一下一个东西好了。
前面有一条道路是我一直很在意的路哦，但是我前面有看到我没有上去，所以这个地方吧，我记得再往后一点就可以看到了。来了来了，我要上去了。哦，好难好难好难啊，不可能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要往上了。哎，笑，来了，就是这里，一举往上冲。啊靠！不行，我已经试了五次了，最后一次。啊！不要了，我不要再上去了。这次就直接过去吧。我绝对不是会容易轻易放弃的男人哦。不过那个地方真的太细小了，我就算玩了 Apex 玩了很久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滑鼠能力很强了，还是过不去，就代表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成功了，过来了，终于，哎，绝望之门，终于到这里了，不小心就成功了。我应该要结束了吧？我目前有一根钥匙，哎，我可以插进去了吧？这个钥匙有了，有了！啊，真的还假的？不会吧？我钥匙要重新收集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好险！哎，可是这一关我还要再重玩一次啊？什么？那个门竟然会把人打飞？喂嘿嘿嘿嘿！哇，我竟然分两次哎，这次应该够了吧？这次应该可以够了吧？来，我小心一点哦。喂。哎，开门，有啦！门为什么要往外翻啊？而且这边还有什么陷阱？我怎么觉得还有陷阱啊？我用抓了过去好了啊，不能抓过去哦。这个门是不是会掉下来？没有啊？妈 ！You win, you win！ 1413层，我终于过了这一关！哇塞，帅的一笔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23。23什么东西？23是什么意思？哇！那东西怎么过去？还没完吗？还有几关？还有几关？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啊？我该不会要从正下方过去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一个3D 2D 哦。啊，我为什么一直跳下去下面啊？啊，我懂了，我要用这个 D， 然后用成 Under， 就可以倒过来过去了吧？哦，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关啊？太难了吧！你最好不要再给我出一些什么奇怪的关卡出来哦。会啊，不行啊，这边高度过不去啊。哎，等一下哦，啊，这个不用过去哦。3D 2D 3D 的时候往前，有了，原来就这样哦。我刚才想说要跨过这一根呢，就这样，这段蛋疼的旅程告一段落了。这是什么第20关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代表谢谢游玩，谢谢游玩。如果喜欢本作，请留下好评支持作者。谢谢游玩，那行，谢谢游玩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如果有人说这个游戏不是最难的，那我猜应该就是 Undertale 吧？那款我还没玩过哦。我之后如果有玩过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哦。不过我觉得目前这一款游戏就是我玩到这生以来最难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我好累啊！啊，终于结束了吗？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好累哦！哇，谢谢作者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玩哎！一开始想说那些素材看起来很随便，是个fun game，结果没想到里面做的扎扎实实啊。